像我们出家人一出家之后，就会知道那个人足跟不足差很多。在家人可能环境上有自己可掌握的条件，那你也可以不管这些。但是出家之后，他很明确的，他是十方来，十方来啊，你就会很明显的去看到福报足跟不足。 那你会很明确的去看到这个人悲心足不足，会看到就是慈悲，还会很明显的去看到这个人他有没有结善缘。或许在家人可以有一种自我自我的一一种抉择啊，可以抉择我有兴趣的去修学。但是如果你要面对众生的时候，跟面对生命里面的。 重重的这些，就会发现，呃，佛法的知见不足，态度不对，慈悲扬不起来，看到事情直接逆向的，都是想到不好的，他念头里就不会去出现那个善意。那你说关起门来修行的时候，他只是在修一个。 对事的不执着，跟舍弃内心的杂质，可是他根本的那些好的光明的东西，却也没有开发。这样了解，所以修行是有次第。那我们以呃心经的修为，已经讲到这么久了，大家知道六根对六尘，在因缘法里面，先看起空性，在缘起当中啊。 缘起性空，在讲空性是不离色法而说的。如果空性是离开色法，那不必说，因为已经不存在了，不用再谈空性。要谈空性，是就于具体存在的色法而谈起空性。这样了解意思嘛？对不对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不了解真理。 不了解真理，所以才会不断的产生自我廉洁的想法。所以缘起性空、缘起法是佛告诉我们的基础道理。那我们要一直在这上面正观，回到这个色受想行识，还是要回到对于色法的正观。 那修行这个次第上而言，都有很多介绍，不再谈。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在总和谈,谈到静行跟果，也就是我们六根对六尘，在内心就起了一个静。那这个静呢，它是什么样的静？我要如何下手？ 修行如果对于静没有办法去指认它的虚不实，那么你就会随着这个境而转，是境来转这个心了、啊、那如果你能指认这个境，它虚妄不实，这个境。 是心中所产生的一种相状，对它对这个境去关照，那理解它真实的道理，这个就是我们下手的东西。这个、叫境，修行一定对境，就是所缘来修嘛。那行呢，就是我对于这个境。 起关照，而厘清他真实的道理，这样的一个修行叫行。最后，因他这个动作对镜而来修行，改变他，自然就有果，也就是他会得正果的这个事实。简而言之，静就是一切法。 那这个静，我们就要看它的体性，要如何从这个静世间的读法转为清净的一切之后，这就是无为啦，也就实相了。那这中间的行，就一定得透过文思修，就是透过文思修。 那以我们每个人以结构起来的意识层次而言，就要致力于五重为士观。那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谈到，你在行的过程就是转这个事成智，静是自己认知的，但是这里面呢？ 是救自己去解释他成就的行，就是对境修习闻思修之后，用五重为事官转世成智，那最后一定有果。你用有漏的办法去修它，就感召世间的妙果；你用无漏之法来修它，就可以。 永灭诸障，证得大菩提。所以修行看你用对方向与否。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五重为识观，因为这就是色受想行识，我们就不再个别去说它，而是从静，从内心的静里面去转。 而、啊、这个静呢，是从色受想行留下来的东西，而这个净去转，就是转这个事。那如果下手这样修，基础上，也就是，呃，照见五蕴皆空的意思。要讲到五重为事之前，我们先讲到三性。 也就是我们众生啊，对于所有一切的存在，都会以自我跟存在做一种了别。我们常常在讲说，了别是没有是非的，可是，在了别的过程，一定会有择定自己某一种答案的存续。 从其有无或假实的立场来分，这三种叫三性。那这三性的存在，以凡夫来讲，这三性是非常明确的存在，而让自己放不下；以修行人来讲，他就了解这三性是无自性，所以呢，叫三无性。 那这这个理论是法相中所说的。我们先了解第一个叫变际所直性，就是人有了别的这个功能，可是这个了别的功能，你把它跟自己连接起来，就变成虚妄分别。你看呢、哦，很多事情其实你。 不一定有意见，但是如果他跟你你的喜好跟你连接起来的时候，所有一切你习惯性的会给予一些分别。来，我们随便举个例，这两个这两个东西，它功能一样，对不对？它是不是功能一样？ 这叫什么？这叫打火机。为什么叫机？它是机器吗？它叫机器吗？然后有的人说这个叫打火枪，因为它长得像枪。反正它的作用就是什么？就是产生热度、点火的功能。 那我们如果给他换一个名称，叫点火器，可不可以？有的人说不可以，<laughs> 这个就是还有一个决定性在心里，它叫打火机，就叫打火机。为什么叫做点火器？好，再来，就是有一个执着。那我们在这个有没有实体的存在？ 这有没有实体的存在？你看到点火器，啊，这个点火器是不是实体存在？要让你选，你会选哪一个？你会打选打火枪，对不对？这个有一百支，这只有一支，抽签，抽签抽到那个一号的就拿打火枪，其他。 九十九号就拿打火机，这个时候你开始就会产生，就是我，就是我，哎丢丢，一包，啊，不都、就是哎，几粒遐死青菜啦，大虾我厝一堆那山嘞，卖嘛，无要紧，温到可能比较好用。这个是你在所有你见到的东西。 你都会有这个意识来嫉妒你所对的这个镜，所以称为所变计，对不对？你所对到的，你说全面的变就是遍布的遍，计算的计，你只要看到的东西，你就会起实在有这个打火机。 也有这个打火枪，这个东西的存在，其实放到你的心里了，你会对于这个打火机跟打火枪当情现象，也就是你的意识里面，会对于这样产生的东西有一个认知，然后这个认知放进来。 然后要抽签才能达到拿到那个打火枪，像这些存在，如果你自由的话，修行会有这个过程，不需要打火机跟打火枪跟我无关，我也不一定会去参加抽签，会不会有这种？可是人常常是不会这么超然的，有人打电话跟您讲。 你抽到手机了，还有二十寸的电视，你心还是咚跳一下。今年给，啊那今年手机啊换一支嘛未歹，不 <laughs> 电视上吼，别 <laughs> 人看嘛未歹，阮到则买五十四寸的，是不是还是动？是不是当情会现那个相？啊，嘿，手机啊，是不是智慧型诶？ 还是零元机，是不是又？<laughs> <laughs> 是不是又现那个像，是不是现了那个像像？那其实从真理的观点呢、啊，遍计所执性，就所有一切，只要你有声音，你有什么，你都会去执着它。从真理的观点来看，这是情有理无，这是因为你的情。 你里面跟你结构起来了，所以它才变有，它才变有而住进来，所以一切都是这样。那其实它的道理并不真实，因为那是你所解读出来的。今天如果你很烦恼，你心中想着一件很很需要你即刻处理的事情，很棘手的事情。 那你在回家的路上要马上回去把这件事给处理妥当。那你沿路从你办公的地方一直到回家的路上，譬如十五分钟，这十五分钟你经过几个红绿灯，有几个店面，中间穿过几个重要的街口，或是发生。 什么交通事故等等，对于你其实它很不重要，甚至于没有放进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心细，你心细，那你心细已经心细于那件事、那个情境，比如招小偷，家里招小偷，然后家里人先到，然后报警了，警察来。 要你这个这个长辈出现来签字，你的房间到底被偷了什么东西？你这个时候你在开车的时候，你现象是现什么象你现的像绝对不是街景，你也不是红绿灯，甚至于方向盘根本不存在，你连那个方向盘的存在与否不觉得。 然后就一路这样子，一直陷得像是什么？房间多乱啊！我那抽屉有没有被打开？那我是金锁片喽，<laughs> <laughs> 我是金条啊，存折 <laughs>、印章，是不是？那这个就是讲什么？你要心意识所及，你的执着就在，而且它会在所有一切里面全部现钱。 但是呢，街景、车子、方向盘，事实上是你所处的，却完全不存在。所以，是不是意识到的时候，虚妄分别就跟着意识走？那这个上面其实是情有，它理无。因为你当你回到家，看到状态状况，其实非你想象中。 而路上的所有一切，你完全都没有感觉，这是根据情情势而存在。这样很了解。好，那我们再来讲第二个叫，叫三性里面第二个叫依他起性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缘相，那它都是关系法，各种缘和合升起的法。 所以缘和则生，缘尽则灭，如虚如幻，不是固定永远的一种相状。所以谈到如幻假有，假有实无，它是必须借着种种的助缘而升起的。那这种呢，其实是离妄情而自存在。 是理有情无。如果你看到的所有一切因缘法，那我们来看这个打火机，这里面有什么东西？它有塑胶壳，它里面还有一个金属的金属的转轮，这才不会烧掉嘛。它能耐热。它里面还有什么东西？一种叫做瓦斯。那还要加上一很。 很有力的一只手，一个动作，它才会产生火焰，缺一不可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一样，这个瓦斯，它如果放在别的地方储存，放在别的地方储存，比如说一个很大的金属的桶，是液态的这个瓦斯，那个叫做什么？ 储存在你家的那那个呵呵厨房啊啊需要使用的热水器旁边，那叫瓦斯桶。所以当瓦斯储存在这里面的时候，你不以瓦斯而定名它，它的名字叫打火机。储存在你惯常使用的那个大的器皿里面，它叫瓦斯桶，是以瓦斯而命名桶。 只是它相状的表述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又不一样？那你要看这个塑胶壳，当这个塑胶粒从大地里面的某一种呃物质，不管固体、硬体提炼出来，这个塑胶粒呢，它做成这个样子，结合了里面的瓦斯，结合了这个东西，它不以瓦斯的名称而存在。 它叫打火机。那今天那个塑胶粒，它用另外一种形式而存在。那中间挖了一个大洞，那旁边圆圈的直径三十五十八十不管，高高的约五六十公分。那会称它为什么？增加，称它叫塑胶桶。 可是，当它的功能拿的不一样，它是塑胶做，以它的名命命，呃，以它的材质称它叫塑胶桶，以它的功能命它，一个叫水桶，一个叫垃圾桶，是不是？所以，这所有一切都是有各种因缘，各种。 这需求跟各种组织产生了不一样的样子。如果这个塑胶粒在经由不一样的这个功能跟不一样的需求，完成了小巧小巧的很多很多东西，它可能叫玩具，它也可能是小孩吃奶的奶嘴，很多可能性。所以，如果你超越。 超越你心中对于某一种物质名称的执着性，你会看到，其实这些如幻假有，缺一个因缘，它就不成为那个样子。它是不是如幻？是不是假有？那假有事实上实无。当这些水桶破掉之后，它就不叫水桶。 它叫破了的塑胶桶，拆成碎片，它叫塑胶碎片，对不对？奶嘴当使用不再使用、老化坏掉的时候，它还是叫奶嘴，叫报废的奶嘴。所以它的名称会以整体而说，或是以它的局部而定名。 所以这些呢，都是假有，它暂时的假有而实无。当它的不再提的提供功能的时候，它根本也没有这个名称的必要，或这个名称存在你的心中也没有真实的意义。那这个上面呢，如果我们离开忘情，离开虚妄的跟这个物质的关系。 你就会看到理有情无，你没有这个情了。你家的水桶，你家的垃圾桶，甚至于这个打火墙，甚至于什么的东西，你超越了这个情，也就是跟这个物品的关系法之后，它还是叫这个东西。可是这些是因缘和合,合，向上有这个东西。 但是你的情已经不被绑在这上面，那这些呢？依他起性，就是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因缘和合的。如果你能看得懂，要从有漏转无漏，所以依他起性里面，它有分染分依他起性跟净分依他起性。 所谓的染分依它起起性，就是有漏的一切法，它是造作的，它在你的心念里是存在的，在你的意识层次，它堆砌了很重要或次重要，或是不是非常重要，但是它存在。那这个跟你的关系？ 就是叫染分。你有没有看到这里挂着这个东西？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什么？这個、叫冷气。这個、跟你有没有关系？这讲、個、堂的跟你没关系。<laughs> 你家那一台就很有关系。你家那台其实也是因缘法，讲堂这一台也是因缘法。讲堂坏了。 你是净分，嘿因为嘛，妹妹 <laughs> 你家坏了就染分，古尼咋贝今晚那也派去，<laughs> <laughs> 这样会分吗？这样会分哦。<laughs> 事实上，这所有的因缘法，你以实相看，它无是非。<laughs> 可是涉及到与你有关的，你就。 就是染分来看这些依他起性，迄知呀，迄样都是因缘啊尼啦，啊，这缘起法我嘛知，但是一都是瑕疵品啊，你 <laughs> 心中还是指认他的瑕疵不应该存在。事实上，这一台跟你家那一台都无罪，可是制造他的人是谁，又无从。 无从去追考到底是哪一群人，<laughs> 那到底是哪一家工厂？是代工厂？是海外的？还是原厂的？是不是又推到很多？可是那个也是依他起性啊，那个也是因缘法呀。这样可以了解，我们人都是在做这样的一个一个动作，所以。 以静分依他起性，也就是我们要远离烦恼，我们应该要没有是非，超越的去看他的因缘，而这个因缘的所有一切，不跟自己做一个，所以固定是思考的连接。那这个静分依他起性。 包含在原尘实性中，所以我们常常在讲啊，依他起性都是在指染分的依他起性。所以谈到依他起性，都是在讲染分。你的心中已经有了某一些跟你的直接、间接的关系，有时候可能不产生极大的烦恼，但是它是存在着的。 有的人呢、哦，在生活面里面呢、啊，讲句讲句比较通俗的话，这、就是、古猫现在一个什么东西，你得一定要有一定的规格，要一定的美感，要一定的位置。说好听叫做井然有序，<是>也叫做有条不紊。 甚至于，你这个人是很有规矩，但是过头了，他不能够，这是染尽同存，他不能够不垢不净的时候，其实他就是一一直在依他起性里面，有了遍计所值。<laughs> 对不对？那你如果说能够超越。 能够远离那个烦恼啊，这个依他依他起性，就不会造成你很多的呃、嗯、想法跟烦恼相。我们来看啊，好，咱来看有,人有量啊，无量。有的人是这样啊，我就看过那种，那种有量的阿妈跟无量的阿妈差足侪。 啊，这无良的阿嬷吼、哦，啊，这孙的吼、哦，就传同学拢来了，来因兜了着。哦，母个一斤哦，那亲戚拍的，<laughs> 这啊，可以想象啦，这个时候是不是遍计所知，那个亲戚拍的像像状云现前。母个一斤那亲戚拍的，吼、哦，这囡仔小是有够差，有够有够闹，够够乱啊,、哦、啊！我吃物件乌白黑啊，我到冰箱。 跟他吵到吵呵呵什么都是这个他的心中就是对于孩子的交易、现钱一起来做一个什么嗯什么研究啊，哦，一组一组的这个工作，很不以为然，功课啊，很不以为然。这时候他气很烦躁，哦，阿伯哦，你哪边我传令，同学来哦，跟阿妈先讲哎。 我先，我先远走他方，嗯嗯、<laughs> 啊！这场留予恁，啊，叫你妈妈当下轻轻的吼，莫我看到，哦，我看到他个天，啊，这个就是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固定的心事。他、啊、还有一种无聊的阿妈、啊，哎呦，明仔载恁同学要来几个？十个，哦，咋没哦，哦，十吼哈哈啊你。 恁要创啥？哦，规定个规定啊！之后呢？哦，你们要玩什么？大富翁哦好！啊，恁要恁规点怎？哦，啊，夹点心哦好！这个阿嬷。吼、哦，就去穿点心啦，穿下啦，穿下啦哦，然后穿传穿啊，这样看孙来，呃，孙甲别人的孙啊，看这囡仔来哦，足古锥哦，伊咧，汉普汉普哦，伊咧。 三 y 三 u 是不是就这样？哦，要加高锥，哦，就一起玩啊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就是欣赏十只那可爱的小动物一样、啊，就接受他，因生哦，哦，阿个囡啊，囡啊，软到生性，那咪只扣就好啊。阿这物件都是要好因食啊，食剩的好因退掉嘛，不要紧啊。阿这。 然后底下算啦，做功课啊，你功课做好未？啊、哦，做好啊，拢倒去啊！你们同学都好可爱哦，这个十个孙你知道嗎啊,就繞繞的啊,這啊，啊，着收，豆豆啊收啊，这行叛去啊！哦啊啊，这假不完啊！恁同学，恁咪阿要上学，好、哦，再去分给同学吃。一心没有执着，然后收完了没事，不用远走他方。 当下圆满，人就是要，你要从你心意识的这些解读里面去拨，你要把自己拨开，你才能远离这些烦恼。其实这些是知见的、啊、那我们再来看末句好了，这这因那东来些，它还不是一样？我们现在不加以你的想象，你就是以末句。 过去就是你拍摄他的实况，他们还是玩呢、啊，他们还是找东西吃啊，他们还是做功课啊，做完了之后还是回去。其实地上的东西还是这样。你如果没是非的看，其实这就是因缘了它是跟你连接，就是染分一他起。如果 你不在这起烦恼，你看着所有一切，尽分依他生命，看所有的要练习，要练习在好坏结构有无存在的这个时空里面，它的因缘结构道理里面自在，这是不是应该练习？ 再来讲原成实性，原成实性就是第一意象，真实相。最主要讲到真如遍满一切法，它真实的道理，道理是不生不灭的体性真实，所以叫原成实，也就是所有一切，这是因缘无是非啊，所有的因缘组合都是无是非。 它不是固定的某一个自主性，所以它是诸多因缘和合,合，有赖诸多因缘而和合,合。它体性就是空，它不是有一个可以主宰者，所以它清净中彼此互有关系，互成全。他在里面没有是非。 这个就是一切法的本体，是真空成妙有。那如果我们懂得所有一切是空，是在有中显，不是要抿这个有来谈空，对不对？那这里面呢，要有觉悟。 真理的智慧才能够得知这个缘成实性。那你要练习在变计所值里面超然，把那个情，把那个情给消融掉；在依他起性里面，把那个理不执着存放。 因为一他其性是理有情无，如果你可以看到这个因缘法，阿多因缘呢？啊，如果再加上理有又情有，那当然就是一他其性因缘，en, 啊，就加上遍计所致。那如果你能够看得懂，从这里面抽拔出来，你就看到真空妙有。 那看到真空妙有，不把这个妙有跟不把这个真空的道理又咬死的存放，就没有法治如果你把这个妙有住相，就是把这个相又放进去了，这个还是变计所指。这样知道意思？那你把这个因缘。 把它放进去了，其实你还是有所谓的法执，就是心所的部分。那但是它是属于法法的一种存在。那我们修行要从何下手？就是从这三性看它不急不离。 比如，这个经论里面讲蛇、神跟马这三个物的组织跟人存在的看法，来做一个比喻。他说，有一个人在黑暗里面就看到了绳子，他以为是蛇，相信是蛇，产生了恐惧心，认为就是蛇。 这是不是能变迹？这是不是产生的作用？能变迹。然后呢，他以为是蛇，是变迹所执，所执这个净存在。好、啊，那有一条蛇，那有一个有智慧的人告诉你，他不是蛇，他不是，确定不是。然后你说。 不是吗？放下恐怖颠倒，过去看，哎呦，真的不是蛇，那只是绳子的样子，被我看到啊！这个绳子，这是因缘和合,合，是不是依他起的假有？是看起来像蛇的一条绳子，所以这个绳子的存在是依他起性的。 那进一步再来分析这条绳子，实际上去了解所执着的这条绳子，在向上绳子，我们还是遍迹所执哦，这个东西还没有丢哦，它从蛇转为神。对不对？我们还是有这个认知的。 这种功能跟执着，但是又给他想，我认为他是蛇，或是我认为他是神，他并没有实体的实质的意义，它只是一个意识层次的认知而已啊。所以这个法我不用执着，我也不用执着它是神，我也不用执着它是蛇，所以产生了法空。你本来是立一法嘛。 那现在产生了这个对这个法的探讨，它是空性。再来探讨，好依他起，这也是因缘啊。有这条绳子，看起来像蛇，在夜间是这样。还有我的眼睛跟我的意识，这是不是也是因缘和合缘起法？缘起法就是性空啊。好，那针对这条绳子的存在。 再来解析它，其实这条绳子是麻编织的，它的样子、成就的样子像绳子，所以事实上，麻结构起来像绳子，这、就是因缘假合，是由麻而呈现绳子的形态而已，麻没有是非，绳子。 没有是非，这个也是在时空中的某一段存在。所以，当这些是非都没有了，而你解脱了、自在了，这叫圆辰实性。这、就是经论告诉我们怎么去观察。那我们众生呢、啊？对于这个相，针对于变际所值都会有。 存在的一种境，也就是这个相。那你处处执着，执着它为实有，所以这就是妄执。你看，你所有一切，你都能觉，觉性变一切嘛，佛性变一切，当它是清净，就叫佛性变一切处嘛，正变执，那是没是非的。 无上正等正觉叫正变之，当他变一切都执着，就叫变即所执，一样是一个功能。可是为什么差那么多？对不对？那我们众生就是对世间之相处处即着，执为实有，要除这样的妄执，所以。 就谈到相无性，一切法皆无自性，因为它是因缘合合啊，还加上你的眼睛跟你的知见，跟你的意识，所以一切结构起来，事实上这个相是无性的。如果你了解，就可以离这个相，是不是就可以离这个相？你看你心中每天放着多少，跟同学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提及。 你晚上要就寝之前呢、啊，就是你生命的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如果这就是你最后一夜，那你你扫描看看，你里面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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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扫描一次，你留下什么东西？<laughs> 有形的或无形的，有形的就是相嘛，无形的就是法嘛，就是你内心有一种。 有形的东西跟无形的东西，它以什么样的形态而储存？以意识的形态、情绪的形态，或是以物质的形态，或是结构起来的形态，就是某人跟你生气，然后你很不舒服，他的样子跟你生气的感觉综合型。那你扫描这个，你要知道相无形，你要立相。 那我们在讲啊，依他起性，就是在所有一切因缘法里面，这个万法乃从众缘而生，它一定是两个以上，万法一定是这样，法不孤起，所以它的存在是原生，它的性质不一定。 它是虚假的存在，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，它有相状的存在。这个身是无性的，这一它起性是不是就是身呢？其实这个身是无性的，你所执的这些都是幻化的。它固然会有功能，它也会有存在的作用。 那你可能在这有些关系法，可是这里你要超脱出来呀、啊！你不用，不应该用生灭心来看生灭物嘛？你要，你应该看到他的他的因缘性空，而他这个性空是他就近的道理，他无生灭。这样子，你就可以了解生无性。 它是虚假的存在，所以依它起性这个因缘，你知道，在某一段时间而已。那对于缘成实性，也就是第一意象，我们要了解真如乃根本无分别智之对象，也就是这殊胜的真理。所以，虽然一切存在的真本质，就是它是无是非的。 你不受任何特定的性质去规定它，你要远离我执法执，让自己犹如虚空一般。有的人对于一些道理跟一些认知，虽然他没有是非，可是他还是会根据于自己的这个觉性，给他巩固的很高。 有没有觉得自己佛性的存在、觉性的存在是非常殊胜的？那自我殊胜的这种感觉良好，<laughs> 对不对？这种感觉良好，然后一切因缘法我也看得很明白，我也不执着，我也很自在，还会强调那个不执着跟自在跟觉性，而不是毕竟空。 所以要了解顺意无心，你要在这里面你不再会有一个所谓很虚幻、若有若无的东西。我有决心，我是人，我是佛弟子，然后因缘我看得很明白，我也都很自在，不执着。上次有讲啊，强说无着，总是吃。 <laughs> 对不对？这个就叫圣义无性，是针对原成实性而立的，还要消化掉你所说的这些东西。所以三性最主要是要提到三无性。凡夫在三性里面的，呃，遍际所值跟染分的一他起性。 而、啊、修行人呢，他可能静分的一他起，而对于所谓宇宙人生的真理的这个、这个部分，还有某一些的若有若无的著作。所以谈到三无性。那我们接下来就要了解，既然我们的意识都已经存在了，那 这些呃境啊，这些相，那我们如何来修行？这个就谈到这个五重为识。这个五重为识啊，是法相中特别提出来的。那这五重为识观是窥基大师所创的，他讲到的次第，第一个叫浅虚。 存实事，浅就是遮浅，意思就是排除的意思。我们应该要先排除。在三性里面，刚刚有谈到遍计所执性、依他起性，还有原成实性。所以三性三性里面，遍计所执是虚妄的，体用皆无。 它的体是来自于望，对不对？它的用呢，其实它有什么作用？就是让你在一个不明白真实的状态之之下的躁动而已。它不能够提供什么真实、伟大的、清净的佛性的体相用。嗯，前几堂课有介绍体相用，所以它体用。 皆无，故舍浅之。你要先把这个排除，就是我遍记所知的这所有的一切答案跟我有关的这个东西，那种粘胶啊，用胶纸，胶纸要溶掉。你要说硬拔是不是会有这样拉拔？每天都在拉拔，<laughs> 对不对？那个是。 没办法的过程，可是事实上是要把这个交织中间的这个交织看明白，这是虚假的。那这个第一道程序就是把执着拿掉，执着于一切的这个执着性拿掉，然后以依他跟缘存为诸法之体相跟实性，先保留这一块。 比如说，这个物品的存在跟我的关系，刚刚谈到讲堂的冷气跟你家的冷气，讲堂的冷气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有没有关系？有啊，你来用的时候就有关系呀、啊，你不用的时候就没关系呀、啊。它跟你的关系是什么？叫因缘法，缘起性空。有没有这台冷气都叫讲堂？ 你都会来上课，就是有不流汗啊啊，没有流汗就这样而已、啊。流汗跟不流汗也没什么大不了，<laughs> 所以你把你的执着性拿掉，你应该执着性拿掉。那对于这台冷气，你不否认它的存在嘛？它有因缘法，所以依它起性保留，它也没是非原成时保留。 所以，第一排除的是遍计所值，它的虚妄性，先把它拿掉。这样是不是第一重？你你如果一下就要做很快哈，没有冷气，因缘，最后也没有讲堂了，也没有法师，也没有法，呵呵知道吗？